我其实觉得你们这段感情特别的纯真，就在纯真时代的爱情，你们怎么选择都不为过。出国你就好好出你的国，留下你就好好留下来，都没什么。每个人人生际遇是不一样的，什么自卑不自卑的，生存能力特别强，特别棒。接着顽强地生长下去。还有一点，保持你现在的善良之心，好吗？女生，没有人会拴着你不走，就你真想走，没有人能拴得住你。在我看来，只是因为你心里还爱着这个小男生，要不然你早走了，谁拴得住啊？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特别简单，个人想干嘛就干嘛去。你去做国际义工，如果你还爱着他，你们不能微信视频啊。其实方式更多，自己定吧，好吗？祝你们开心，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其实就是你考研这个事儿，就是我还是不赞同，还有出国，因为就是我感觉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以后想要的生活，可能暂时的话是满足不了你，但是我相信通过咱们之间的努力吧，肯定以后能过上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。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你去创造什么样的条件，我觉得现在咱们还年轻，完全可以先去外边世界先去看一看，我没有想到那么长远的问题。你每天都会给我发微信，发那些反对我的话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然后其实我真的挺佩服你的，那么小就出来打拼，可能就是追求不一样吧。我想挽留你，以后肯定好好对你。我可能就是追求不一样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回吧，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结局，请开门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其实这个结果我也想到了，我就是感觉爱情可能就真像书上写的那样，就像一把沙子握不住。那个别看那个汤了啊，那个汤书就别看了，人生没有你想的那么绝对。孩子还爱他的话，你可以拿起微信，拿起电话来，你问问他在那边做义工怎么样，你可以常关心他。人虽然不在你身边，也许感情还在，学会放手好吗？谢谢你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加油。